从云中歌的痴情公子孟玉，到全员加斯中的最强能力者，再到驯服孝子中的呆萌暖男，气质小生杜淳在芒果台接连霸屏亮相，收获了超高人气。4月13号，偷心底星期天正式宣布杜淳将作为首席嘉宾新线加盟。不知道淳哥遇到全员加斯中的秘制 CP 沈梦辰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不知道淳哥会写哪一位明星嘉宾和大张伟黄妈 PK 厨艺呢？早在旋风孝子中就曾录过一首让人忍俊不禁的厨艺，不仅做出的菜品惨不忍睹，加上后期剪辑的缘故，这顿饭更是足足花了5期才做完，更是在节目里和爽妹以及乔恩女神各种友爱互动。不知道这一次淳哥会不会携手爽妹子陈乔恩一起在透心底星期天里大展厨艺呢？而在录制当天，淳哥端着一杯红酒优雅登场，淡定自若，俨然老干部。他的迷之自信更是引得透心小部队也对他的厨艺充满期待。究竟老干部淳哥在节目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4月24号，湖南卫视透心底星期天给你答案，芒果 TV 也会在第一时间全网独播。芒果捞新闻，淳哥这是要承包芒果台所有综艺节目吗？报道。